操盘战将。大家好，欢迎收看操盘战将。来，今天大盘上涨两点，上个礼拜五的 K 线，这是今天的。你再回过头来看上个礼拜五，哇！你再看到这两天的一个 K 线，再看到这个，来，你的想法是什么？对，有利空，有利空，有利空，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利空啊，对啊，对啊。台积电有难，大哥有难，对，大哥有难，大哥有难。台积电有难，对，没有错。台积电在法说会里面对 AI 他透露一些乐观正面的一个讯息，对了，我知道台积电下跌了，我知道了，那一天一个跳空下来了，对了，多头死掉了吗？多头行情结束了吗？你觉得勒？你现在还要再告诉我这件事情很严重吗？如果说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时刻就在这里了，各位，春燕到了。春燕到了，你再看到中经院对我们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是怎么评估的，是怎么预测的？那你觉得说，如果因为台积电二度下修财测的利空，让指数有一个拉回，那可是这个拉回它没有跳空，啊，反而是留一个下影线，没有跌破这边的低点。各位，那你觉得台北股市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做多还做空？我跟你讲，最坏的状况你已经看到了，所以接下来在这个未来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可以跟我手牵手肩并肩的好好来赚接下来台北股市的大钱。各位啊，这一次的资金狂潮加上新科技应用，尤其是新科技应用，尤其是 AI， 其实我在看魏哲家在讲的一些话，我在看一些股市的一些知名人士跟我们讲的一些话，我觉得我认为啦 ，AI 这个行情真的，当黄仁勋在讲 AI 阵地金 iPhone 的时刻，当苏之峰讲未来 AI 无所不在，当魏哲家讲 AI 让半导体充满了商机，真的 AI 的大循环，这是我们台厂的机会，我们台厂的黄金机遇。各位，连比尔盖茨都要讲，所以未来的一个商机，数十兆美元的商机。所以你看到广达，你看到技嘉，我跟你讲，这两只股票我都没有，我没有这两只股票，但我有别的股票，因为这个时机才，我绝对不会错过。这叫做名气可用啊，各位啊，名气可，这就是时机才啊。名气可用，那我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名气、这个时机，好好来赚 AI 的大钱呢？你当然可以赚得到啊，你可以啊。那至于你说美国股市，各位，
美国股市道琼连续十天上涨，哎，美国股市道琼连续十天上涨，哎，为什么？因为它的就业数据，因为它的一个经济数据，再看到通膨降到3%，再看到 FED 说升息要进入尾声，道琼它突破了，连道琼都突破了，你觉得我们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如何？会如何？会涨嘛？会涨嘛？只是买什么的问题嘛，对不对？我讲到这边，各位，你要做多还做空？我跟你讲哦，接下来的行情很大，真的很大。我认为你要赚到右边的数字是不难的，但你要买对股票，你要买对标股，真的买标股会让你在最短时间赚到最多的钱。我跟你讲啊，你买我的标股啦，真的啦。上个礼拜我不是给你看了，我不是公开给你看吗？对不对？大家都要对嘛，大家都要看到了嘛。我不开啦，今天不开牌啊。啊，今天的表现怎么样？你们也给我看到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很强？是不是很厉害？我虽然没有做到广达、技嘉，没有关系啦，没关系啦。那个大型股，那个大型股给外资去玩嘛，我们玩内资的啊，我们买内资的股票啊，内资的股票也很好赚啊，内资的股票一样赚得到啊。喂，今天礼拜一，又是礼拜一了。这些股票我礼拜一给你的，我礼拜一给大家的。我今天你知道今天又是礼拜一，好像有一种巧合哎，真的有一种巧合，怎么搞的？每次礼拜一的时候，真的赚到爆了。各位啊，今天再创波段新高，看到100块了。当时我在开牌这支的股票，那个时候才多少钱？那个时候才40几块，那时候才40几块，103.5。今天最高才冲到160，啊，跟着106。真的不要预设立场。哇，我看到这支股票啊，你知道这支股票比那个广达、技嘉还要厉害啊。那个内资他们在玩的，没关系，跟着啦，那是外资在玩的。我刚刚讲错了，广达、技嘉啦，哦，秦城啦、啊、英业达等等这些哦，有没有？那个交给外资，哦，让外资去负责，外资会去控盘，外资会去控盘。我们来买内资的中小型的，我跟你讲，你买我的，你来拿我的。我的股票今天表现得非常的漂亮。我当我看到广义今天再拉涨停，再创波段新高的时候，103.5，各位想当时，如果那个时候你愿意相信我的话，哇，你真的赚翻了，你真的赚到爆了。来 ，VCR 导播 ，check out 那只的涨停之霸，这只股票。涨停板41.5，哎，各位到今天已经103.5了啦。我跟你讲啦，叫涨停之霸，绝对不是什么什么泛泛之辈啊。203%的，各位，当我看到报纸在那里吹捧的时候，我不要讲说他的艺人系统如何啦。最近散热在流行这一块，我知道，我清楚。各位你，所以你看到这支股票，各位，双红3324的双红，今天拉了涨停，再创波段新高了。各位，所有买的人，不管你买在哪一天啊，清俊的股票，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老师，你的股票真的很强哎。那我问你啦，
你看有些股票，比如说像这支好了，易飞网。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过一段时间，你就觉得说，哎，股票，比如说今天7月24号，或者是什么灿星，你过一段时间，你就觉得说，哎，老师，还是抱着你的股票比较好，哎，还是抱着我的股票比较安全一点呢，真的哎。来，我跟你透露一件事情，近期我之前在电视上公开的一些股票，最近在整理的哈，在整理的，在拉回的这些啊，哦，比如说像什么碳权啊、资讯这块、军工航太的啊，哦，各位，你跟你讲，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哦，这个不收钱，免费的，注意一下，好不好？如果突然有一天他，啊，我不要这样说啦，反正那个转强的讯号你自己去看啦，好不好？说不定是新的一个波段起涨的开始啊。我讲到这就好了。看到双红今天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哇，很欣慰啊，因为我发觉有些人哦，真的，对了，我的忠实观众啦，哦，然后买着我的股票打电话来拿我的股票，很开心啊。我跟你讲啊，你们赚到钱，我认为那个才是我的成就感啊，真的啦。看到你们赚钱，看到你们获利，大波段操作，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我的成就感，我最开心的就是这个。当然，会员赚钱，我更开心嘛！啊，你们电视观众也能够赚到钱，我也很开心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更开心，你就在第一时间来拿我的股票。各位，这一支、那一支的涨停之霸广运，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两倍了，41块开牌到现在103呢，涨停之霸。来，我今天要给你这一支啊。超强的涨停之霸，很厉害吗？哎，蛮厉害的。你看这一只啊，7月的涨停之霸，奇阳。我记得这只股票，我在开的时候啊，也是一些人在那里，就是有点在酸我的感觉啦。哦，来了。今天收73.1啊，来先看这段导播，这个那只股票，涨停板，我开在56.8啦，哦，涨上去这阵子拉回，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刚刚有讲嘛，哦，我有如果股票有在拉回的，注意。什么意思？不管你买在哪一天，不管你买在哪一天，当然你买在这边无所谓。但如果你看我节目，你跑去买的，你会紧张。为什么？真的，因为你买的成本跟我买的成本不一样，所以你会紧张，很合理，很正常。但是所以我常常讲嘛，我第一时间给你的时候，你就来拿嘛。那时候我叫你扫描来拿。各位，今天也一样啊，扫描。为什么我叫你扫描？没办法，因为今天礼拜一，有人有交代。那个时候我叫你来扫，各位，快六成了，各位，涨停之霸。我跟你讲，叫涨停之霸的都很强，真的没骗你。你看这只大户的涨停之霸，我奇怪，今天叫涨停之霸，今天把它怎么搞的啦？你知道我那时候开牌啊，开这一天，7月17号，然后隔天有人跑进去追嘛。哦，来了，先看这段，来导播 ，check out 这一只股票，涨停板。
看到我开牌，隔天好多人都跑去追，结果追高了，套牢跌下来。然后呢，哎，打电话来跟我抱怨，我想说奇怪，我叫你跟我一起买在这边来拿来拿啊，你不要，然后你等我开牌了，你隔天他跑去追，然后跌下来怪我。各位，第一时间我给你，我送给你，你来拿啦，你不要等到我公开你才跑去追嘛。就像我今天的这一支股票，你就来拿，我今天要给你这一支，你就来拿，你不要等我公开才跑去追。当然啦，今天涨停板啦，很巧啦，叫涨停之霸的刚好今天都涨停，要么大涨，要么创新高，对不对？奇阳，哎，血洗今天涨停板嘛。哦，涨停之霸奇阳今天大涨，盘中也拉涨停，再创波段新高。啊，这支广运涨停之霸广运6125广运今天也大涨，再创波段新高。来，我接下来要给你这支股票，叫做哎呦，超强的涨停之霸，假日的劲爆消息，各位。要炸裂的那一只要炸裂的，二话不说就是买，为什么？你不要问，我礼拜一给你的股票你就来拿啦。哎呦，我礼拜一给你的假日有时候得到的情报得到的消息你就来拿嘛，赶快来扫。今天人家说叫我不要，怕我把这只怕我你们怕有人把这一张给我贴在那个券商的公布栏上面给大家其他人都看到，不可以啊，各位，你们有来拿我股票，你们自己独享就好了，你不要分享给别人啊，自己赚就好了，好不好？因为筹码的关系，我要算筹码嘛，你不要拿我股票，要跑去券商贴在公布栏给大家看，干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哦，不需要了，你自己买就好了，好不好？这一支周一的股票真的都很飙。扫描见证，小心又是连续涨停板。侧标写到小心又是，你一定不相信，你一定在怀疑。来，见准，我记得我7月17号给你，我上面写小心又是连续涨。哎，各位，我20号开牌啊！我20号开牌啊！20号开牌，各位见准了，2421见准了。20号开牌嘛，这一天没有涨停哦，它没有连续哦，我是在这天开牌，7月20号开的哦。来 ，VC 啊，导播 ，check out 这一支股票。涨停板，对不对？20号开牌涨停啊，对不对？我上面写什么？小心又是连续嘛，对不对？哎，20号在这边，19号没有涨停哦，19号这一天没有涨停哦，它没有连续哦，这边都没有发生连续哦，都没有哦，都没有哦，对不对？我这里写什么？连续嘛，对不对？你知道礼拜四晚上美国股市大跌，台北股市礼拜五早上一开盘跌了快300点。各位，今天7月24号，看到没有？最高多少？151，有没有碰到涨停？有没有碰到涨停？有没有？有没有？各位，来，侧标看清楚，这一支。小心又是连续涨停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等我开牌对不对？不好意思啊，不会那么早开啊。哎，你不要等我开牌你隔天跑去追哦，你小心跟那个谁一样，跟血洗一样哈，哈哈，开牌隔天跑去追，结果你追到最高点。老师，我会不会解套？啊，那天有人，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嘛，啊，这个过一段时间你们就知道了，好不好？这一支我跟你讲，今天手机拿起来扫描 QR Code， 你来拿我这支股票，你来拿我这支股票。哎呀，
我跟你讲啊，你来提啦，很劲爆啦，真的啦，有一些劲爆的消息哦，哦，我跟你讲，上次我说那个劲爆消息哦，果银广啊，来啦来啦，这一支，这一支超强的涨停之霸，我再讲一次。建准，你看到连续涨停板了，我说到做到，我车票上面写的字你都看到了嘛？哎、欸，这个没有办法造假、啊，这没办法造假，因为我写在这边呢、啊，我印下来给你看啊，要不然你去我那个我的网站上，我七月十七号的节目带，我真的有写这个啊，然后二十号我开牌给你看嘛，对不对？二十一号连续，今天二十四号。我有没有说到做到？有没有 ？Uber， 来，小心，又是连续涨停板，超强的涨停之霸。各位，我跟你讲，叫涨停之霸的都太真的都很强了、啊。你看那只的涨停之霸叫广运，203%。哦，七月涨停之霸奇阳，各位59%，今天涨。今天再创波段新高，血洗，今天也是涨停板，涨停之霸。我跟你讲，这一支超强的涨停之霸，各位，礼拜一的股票真的都很飆。拿起手机扫描我的 QR code， 这一支股票，各位不要再错过了。我告诉你，如果又跟广运一样的话，如果走法像广运的话，各位啊，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单股重压了啦。如果我是你，我单股重压它啦。超强的涨停之霸，想知道是哪一支的，扫描 QR Code， 这一支股票送给你，进广告。全民抗涨大作战，八八八抗通膨专案，让您轻松的负担，帮助您快乐的赚钱。抗涨专线02-8511-3366，抗涨专线02-8511-3366，鼎业投顾。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操盘战将，各位，你看过去给你的礼拜一的假日的消息，假日心情报，假日的爆炸性消息。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威盛了。假日的宝贵情报
创意。这一次，今天礼拜一，今天礼拜一，我跟你讲，周一的股票真的都很飙啊。建准是我上个礼拜一给你的哈，建准啊，7月17号嘛，上个礼拜一给你的。如果上个礼拜你有来拿的，各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上个礼拜你有来拿的，哦，上个礼拜你有来拿的，这个礼拜一我给你这一支，小心又是连续涨停板。上个礼拜一我写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有没有连续涨停？各位，今天哎，没关系，反正你们刚刚都看到了，对不对？这一支超强的涨停之棒，手机拿起来扫描 QR code。今天用扫的，拍手，因为有人交代啊，这个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你知我知，这样就可以了。各位，超强的涨停之棒。扫描 QR code 这一支股票，我跟你讲，小心啊，好好把握，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